速度陪我飞到宇宙边缘，不管越过多少沧海桑田，还是原来的少年。尽头你等候，尽管时间有着许许多多的忧愁，时间不断偷偷偷向你没有停下，夜困在这个世界，想着和你见面，没有任何疲倦，全世界 crazy回到20年前的那种青春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活力。如果原子少年前两团的程度是这样的话，我对后面其实蛮期待的。哦，评价是好的哦。所以小坤达，你有加分题是吗？对，我专长是武术，我从9岁开始学武术，从国中到高中都拿全台冠军。哦。相信大家都有一种，哦，这个是什么国际 runway show 吗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衣架子。我们这个团的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每一个人都180以上，对不对？还有人谎报身高，还有人190吗？那时候我觉得可能长太高没有办法进入这节目，所以我就谎报身高往下降3公分。通常都是身高矮的人在谎报身高高，对啊，没想到他自砍身高哎。真的舞台魅力非常非常的好。这一组很有爆发力，舞蹈也是比较相对比较难的，但是整齐度啊，还有整个表演感都蛮好的。他们每一个人给我的神情都是 I'm ready， 我准备好了。天天见着我要侵犯玫瑰地，走了满城不及吻了我的街。我觉得他很像 GD 附身哎。我觉得如果他们继续保持下去的话，我再帮你制作。哇！